今天呢是 TILAF 的 Center Four 最后一天。今天呢是3月31号，这一台 Center Four 已经在这里服务了大家38年的时间。相信大家如果常来 Niseko 的话，应该对这个缆车非常的熟悉。搭这台缆车上去，就会直接看到温度计这个地方啦。我觉得整体的状态看起来是不至于到38年这么老旧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保养的真的是蛮厉害的哦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们的计划是把它拆掉，然后再盖一个新的港龙湾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缆车让我觉得又爱又恨的，因为呢它没有罩子，然后每次冬天的时候啊，哇，夜滑的时候坐上来就觉得超级冷，很像酷刑一样。但是呢有一个好处，就算它没有罩子，所以它的速度算是蛮快的。那未来如果它把它改成港龙湾呢，我觉得它的运行速度搞不好会变得比较慢，而且搞不好会比较没有那么抗风力。然后再来呢，我觉得一个麻烦的点呢，可能就是你每一次上下缆车都要一直拖板子。那我觉得 snowboard 应该还好，因为 snowboard 蛮轻的吧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滑 ski 的话，可能就有点，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麻烦了。你觉得呢？麻烦。如果是换成 gondola 的话，你有没有宁可它换成别的怎么样的缆车？像我个人呢，我是很比较希望它换成那种8人座长的缆车，哈纳佐诺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一次再多一点人上去的话，那个效率也会比较高一点。有人说那个长的缆车动得会比较慢，你觉得呢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对不对？不会、啊。不管它今天换成什么呢，我觉得 Niseko 的 Hilaf 还是一座非常非常好玩的滑雪场。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明年的冬天可以坐到新的全新的缆车，不管是拍影片还是要坐缆车，体验上都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那今天呢 Center Four 最后一天呢，他们有办一些活动，中午有抽奖的活动，然后上面呢还有 DJ 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可以看到 Center Four 上面 Ace Hill 这边人非常非常多，我们可以去拿贴纸，然后 DJ 活动也开始了，好多人哦，终于看到你了。对呀、啊，看到你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是一个纪念的贴纸，看一下上面的图案，有没有是 Center Four 的图案？有黑色跟白色的。接下来12点那个抽奖，看一下这边的 DJ 活动，今天的 DJ 是女生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春天的雪况，就是这样，沙沙的，都是斯乐冰沙的感觉，软软的。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滑雪跌倒呢是不太会痛的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。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雪道尼卡贝，也就是 Hilaf 的黑线啦，前面是我们的提姆还有阿基拉。那这边现在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馒头，越来越深的迹象哎 ，Go！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难的样子哎。好的，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，抽奖的时间到啦！看一下，现在好多人，还要领抽奖券的，赶快拿，超多板子的。大家可以看呢，这边有免费的饮料可以拿，然后上面呢还有最后 Center Four 的这个签名板，给大家签名留下纪念。这是最后一天，开吗？200号，阿基拉几号？199号。开奖的时间是下午1点半，所以我们先再去滑两趟再来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3月31号，目前整个绿线滑道的雪都还是非常充足的哦，没有看到太多的漏土的现象，所以我觉得今年的雪季呢，雪况算是蛮稳定的。
难的是你体力要足够，不然停下来一直滑下去。看一下现在的温度，一样是0度，有准备要开奖了，200，200，有黑跟白。哎，你们都200，200，200，200，200，中奖了！耶！好棒啊！恭喜提姆！我们这边又有一个朋友中奖了，恭喜！恭喜！什么 size 啊？ M 号。来了来了！真的有！46番，举手有人举手。哇，这个是大奖哎！太可爱了吧！哎，其实我们这一团三个人有中奖，蛮厉害的。那个内搭的安全帽，然后提姆是 T 恤，感觉他们应该每一季季末都要办一次这个，蛮好玩的，蛮可爱的。我没有力气了。好的，我们要跟最后一次会动的 Center for 缆车说再见咯，很期待新的漂亮的缆车。等一下呢，晚上6点半我们就要来看最后的烟火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6点半，咻一个我们又回到那个 Hilaf 滑雪场啦。现在现场人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大家在等待6点半的烟火。关灯了，关灯了。好的，我们看完超级漂亮的烟火，我觉得它最后一天烟火蛮有诚意的。今天是3月31号，依然呢在下雪，其实现在气温还蛮低的啦。给大家看一眼最后的 Center Four， 现在还有人在这边拍照。明天开始就是这一大半的这一半边的区域是完全都不能滑了，他们要准备做新的 Gondola， 而且据说这 Gondola 是10人坐的哦。哇，很期待，应该是跟 Hanazono 的一样很大台吧。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一下。那我们就一起跟这个运行38年的 Center Four 说一声拜拜咯，拜拜。